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阿酷。现在从 FD 十七话开始了。我们上话第十六话算是吃了不少苦头啊，因为后来出现了那个地图右半边上官地图右半边出来的一些远军，那实力真的太强了。那个层级敌人基本上已经是 F1 截片层级了，所以说光是打右半边那些五只就够我受的了，所以那一关打的算是很辛苦。然后呢，虽然说可以撤退，但是我也不打算撤退，因为反正都打到这样子了，撤退其实是很不划算的。然后最后也就平安的全灭了这样子。所以上一话算是花了不少时间这样子，就是靠比尔白银跟力钢弹这两台算是发挥了不少作用这样子。然后上一话基本上就这样子。然后其他方面的话，哦对吼，我要先把那个驾驶员换回来。然后花的话回去开美塔斯，然后杰特回去开杰刚。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开到莉莉钢弹，应该是 F1 截片的事情吧。然后其他的就不要变这样。我看看强化零件的部分有没有要装之类的。达巴的话给他装 Bell System 好了，因为毕竟三关打了一条，有多打了一个。还没有其他人要那个的，我看一下哦。力钢弹的部分加移动力就可以了。其他应该就还好了吧，了不起就是艾雷女王加个这个东西吧。不少补充感觉。好，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进入第十七话。哎呀，光子力研究所传来那个通信了，所以说铁那个马金嘎的那个翅膀终于可以用了吗？呀呼，终于可以装翅膀了。
基洛，又是你，你们在搞什么鬼？轰炸弹吗？所以现在翅膀是被希洛炸掉，是不是？哦，没事啊，吓我一跳。コウジ君、今からジェットスクランダーを発射するぞ。うまくタイミングを合わせるんだ。了解。任せといてください。ジェットスクランダー発射。好，瓦金嘎终于会飞了，可惜可贺，可惜可贺，而且还多了这两招，那个斯格兰达卡达跟那个艾亚卡达，这两招算是那个实用度很高的两个武器，这样。接下来瓦金嘎的移动性就可以不用受到地形影响。然后木兰号也换新的一台，当然虽然说是换新的啦，木兰号的部分他换新的是没有错，不过主要还是做补血为主。然后主角那个主角当诱饵，很好很好，中计了。やってやる。私に当てようなんて、これでいけるはず。哎呦，这个是，哎呀呀，那个战国魔神豪将军啊。
進ゴ那个新帮手，然后一开始看契合，先来一发大炮。そろそろ本気でいくぞ、スペースバズーカ。危なかった。なんだ、あんな距離から攻撃できるのか。妈的的也被躲过了。好，马金嘎上了。他们的先导部队其实威力，其实实力不会说很强啦，算是可以绰绰有余。主要是后面的部分啊，他们主力部队的部分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。やってやるぞ。あなたの攻撃パターンを読めた。任せてよ。现在打马金嘎啦，そんな攻撃が通用すると思ったのか。ほらとお返せい、アイアンカッター。どこか、八级也躲过。点也 太会闪了吧。甘いのよね、この私に当てようなんて。
行けるはず。ガーッ！パワーが違いすぎる。哎呀，这牛肥蛋啊，射程不够长。やりやがったな、こんちくしょう。ミサイル発射。で、やってくれたな。お、射程都好远哦。算了，不要反，不要那个，不要反击了。やりやがったな、こんちくしょう。哎呀，敌人主军那个主力部队要上来了。サザンクロスナイフ。退吧，不要那个太着急，这样慢慢的削弱敌人这个小兵。任せてよ。やられた。哎呦，先打上来。哦，4%而已耶，赌看看好了。やってやる、やってやるぞ。哎，命中率问题就是很。そんな攻撃が通用すると思ったのか？こいつはお返しだぜ！アイアンカッター！哎，老样子。好了，我们的人来了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反击啦！然后接下来我们的人就不要太急的进攻了，等敌人再上来一点，我们再反击。咱们的空气墙大师比尔拜伊当然要冲锋啊！好，力钢弹，这两位真实系的王牌一定不能缺席的。然后盖特的部分先老样子，还是先变成盖特二，搭配契合，进入轻小兵状态。My God！ 怎么在这个时候出现呢？啊，这一就行きますか？下，いや、正面か。
这样巴尔干炮我应该可以不用那么担心被打死。目標確認。破壊する。まだまだ。哦，就算是霸干也是挺痛的。当ててみせる。覚悟異常なし。好啦，重点来了，得先处理这两台才可以。希洛的话，先给独角消个血。戦闘レベル、ターゲット確認、排除開始。あ、なんのよね、この私に当てようなんて。然后豪将军应该是打不死他了，可能打到剩下他1000多滴左右吧，就够了。そろそろ本気で行くぞ。スペースバズーカ。油断した。妈的嘞！竟然给我盾牌。戦闘レベル、ターゲット確認、排除開始。出直してきな。啊，我不管了，电马金刚。こいつでとどめだ！ブレストファイヤー！任務失敗か。好，这边是快死了，然后待会这边会应该会有一堆人冲上来。不过在这之前先处理死这钢弹的问题啊，这个家伙。まだ成功するのなら。何しやがる！迂闊に俺に近づくやつは死ぬぜ！当たるものか！巴尔干了，没关系，
の！この、いい気になるんじゃねえ！死ねよ！もっとよく見て、ショウ！没想到就算是八杆也是很痛的。好，补血。等这些点上来，哦，打灭拜阴谋，うかつに俺に近づくやつは死ぬぜ。19趴也被打死了，你说我天理吗？唉，ゴラオンのオーラバリアならば、この程度の攻撃は落ちなさい。さすがにやるじゃないか。落ちるゴラオンではありません。悪意に満ちたオーラ力よ、下がる。やってくれる。おい、麻烦ね。一般就像被这样被骂，就要被晒死了。好，看吧，金刚可被打死他，气力125，应该可以吧？干！やべ、やられすぎたか。邪魔すんなっつってんだろ。うわあ！ドパ。
妈的嘞，真会用。妈，这群人全都是那个有光速护盾的。先把这些点给处理掉，如果不打掉的话，他下回应该会利用力气轰我们。还有一只这个，哎呦，没有必要，反正头痛哎、欸，哦妈，这臭死钢弹，十八吧。还拿盾牌打，这么会打？さて、一丁行きますか。見える。没办法了，真这样。又打不到那个可批兵器，打不到那个是什么的。多いんだよ。で、やってくれたな。させるか。おっと。五滴也可以哦，哦，太夸张了吧！我操，まだまだ，五滴也可以哦。妈的嘞，再五滴，我看你有没有再撑住这一发。やられた。
としてみせる。やられた。哇塞，猛哦！一次4300，爽啦！太好了，地图兵器的威胁没有了。好，接着等下面敌人冲上来。这毕业班不在了，打起来很痛，很辛苦。邪魔だ！どけ！やられすぎたか。落ちろってんだよ。当たらないわよ。これでいけるはず。やられた。これでどうだ？キャイット。ここ。当たらないね。好了，敌方的本军已经上来了。16啊，好崩溃哦！真是崩溃到死，真给你一张蛋了吧？抵抗するのなら、やられちまったよ、おい。好，这一队的话怎么处理呢？落ちなさい！うわあ！こいつは甘く見るな！かないんだよ。哦，艾莲女王，去修第五兵器，管他重不重，用再说。
当たってくれ。なんだこいつのパワーは。落ちろってんだよ。よし、かわした。杰特上，希望打得死啊！500多第二应该可以吧？杰特，やられた！好，那这两台的话，是很想给盖特打了，但又觉得很冒险。算了，不管了。打完一只之后还有一只热血的，还可以使用一只必中的时候。先把这个把这两只打死。Get the beam！ 何だと？先把有头有脸打死啊，最重要的。然后这个待会可能给盖特。然后这两个就随便了。哎呀，打杰特好。行くぜ。狙いが甘いぜ。やらせるか。なんの、まだまだ。もらったな。くれちゃって。好，给阿姆没关系，反正他爆了还有 BWS， 还有那个 MS 状态可以用。やらせよ。OK， 躲过了。ち。当たれ。少しはできる。好，再发第五兵器。OK， 打到一只。海的话，哪里钢弹？させるか？うわー！
飞行。クライナー、うわっ、なんの、まだまだ、甘く見るな、いかないんだよ。当たってくれ。这是打不死。哦，打死嘞！バカな。有点意外。好，剩这只啊。打算给那个战国那个，我想打算给真武那个给真武打最后一击，因为他有力将，所以我先不要用盖特光束，用一般的斧头打就可以了。Get that tomato！やりよったな。哎呀，意外的不多呢。ここまでだな。当たるか。意外打不多呢。再消一下，看看可不可以多扣一点血。落としてみせる。少しはできる。そこか。見える。好，这回结束了。这时候就不要那个了，就防御就可以了。ここまでだ。まだだ。まだやられたわけじゃない。然后木龙号，真武。哎呀，必中，只能用必中跟努力而已耶。这种感觉又有点不太够力的样子。主角再打一下。哎呀，哎，算了啦。
好啦，第十计划结束啦。妈的嘞，竟然被那个死神钢弹打死，那个比尔班竟然被死神钢弹打死了，19%呢，19%是被打死。然后对方还那边，那死神钢弹还给我搞盾牌，还一直搞。哦，鸡巴耶，想要就好大。妈 ，F 就是这样子嘛，激战 F 就是这样子的游戏嘛，对嘛？玩之前就要知道了嘛。对啦，我知道啦，但是一发生，可是这种事情一发生就是会火大嘛。哦，受不了。哎，我想说在完结篇，这种事情应该会更多吧，是要沉住气这样。基本上如果没必要，我不会用 SL 大法，因为很花时间啊，不太想浪费时间在 SL 大法上面。所以说我是尽可能的把它死了就死了啦，除非被打死的对象是非常关键的，如果被打死可能会导致过不了关的或损失惨重的，我才会 SL 大法这样子。如果是那一种被打死顶多就付个钱然后影响不大的话，或许我还可以就算了。这是我目前的想法啦。好，抱怨完之后呢，接下来讲讲这边的话，就是豪将军跟那个马金嘎装了翅膀了，所以改一下信件，他信件快那个了，快满那个豪将军的部分。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练啦，不过我想在 F 像他这样子的那个超级线战力，我想应该是很贵重的，所以要练也不意外啦。只是说先改 EN 啊，因为 EN 的那个 EN 放大招的部分比较关键。那马金刚可能就是限界改一点，因为他限界快要超过那个。其他的部分的话，力钢弹。力钢弹比尔白银的部分，比尔白银运动改满，然后新界搞400，好，搞这样就可以了。其他的部分可能先观察看看啊，豪将军要给他装这个吗？我还是给马金刚好。马金刚装一点点那个加密重的，好，就这样子吧。虽然感觉好像有点徒劳无功的样子，但不打小兵很浪费呢。如果他可以打小兵，可以不用耗币重的话，终究可以赶快增加气力。会比较方便，它不像盖特那么方便了、啊。盖特可以变盖特2，就不太需要避中这种东西了。马金刚就他，可是马金刚不加避中，我打不太到了这一点，头痛。你就要直接打 BOSS 吗？可气力不高，打 BOSS 也不痛啊。这方面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，接下来要怎么处理这问题。月离魔神凯撒、啊、那是完结篇的事情了啦，没有那么快，至少 F5就是马竞嘎开到底了，后面的战场它的用法终究是要思考一下怎么处理的。好，大上这样子了，17话结束了，那我们第18话再见，拜拜。